陆云南及东南亚一带是传统过年的一致食品，同时也是农历春节供桌上常见的民间习俗。哦，尤其在制作过程当中，只要发贵，哦，发酵得宜，那裂痕过深，即可以代表是升官发财得意的一人。这次的活动我们特别推出有象征元宝满满的金枣汤，长命百岁的莲菜汤，红薯大肠的红菜汤，以及好彩头的红白萝卜，及代代升官的昆布汤等，都是来自礁溪温泉蔬果组合而成的莲菜汤，既讨喜又应景。欢迎大家来礁溪泡温泉，恭喜发财，过新年。